有分10厘米到60厘米，然后最后才会切成一点，然后破壳而出变成成虫。哎，这种成虫其实说像苍蝇，其实也不像苍蝇，它比苍蝇还要漂亮。玉兰花，对，这个是玉兰花哦。哎，玉兰花。小鸡太热的话，我们会泡黑糖水给它喝。对，那我给你们猜一猜，我们冬天给它喝什么？吃什么？吃辣椒。那它吃了以后，身体就软和起来了。所以我们家鸡都不吃什么药啊，或打针什么，它就没有。因为它就有吃最天然的。有生清淡壳的，也有生白壳，那边就是负责生清淡壳的。阿吉，你有看到鸡吗？脱衣服啦！好，我们要先把它脱衣服。那袋子请帮我收到你们的卡基德亚里面，它在一个三角形，我们要这是它的支撑点，我们要把这个支撑点剪掉。对，首先我们要剪刀打开一点点，然后给它戳下去，然后听到咔一声代表有剪断。我们可以剪到枝条，但是绝对不要剪到果皮，因为剪到果皮会蛀虫进去。那就可以吃了。对，那我平常在切人，在切手。他刚刚有教我们怎么弄，想插进去，很硬。这种乌骨鸡又叫做五爪鸡，你们要数数看，它一只脚趾头有几只？它跟其他只鸡不一样，其他只只有4只而已，这个5只哦。要抱它就靠近身体，那翅膀慢慢放下来。啊，没事没事没事，它怕怕，给它秀秀。健康的鸡呢，除了看鸡冠以外，红红的，红红的代表说它蛮健，它是健康的，不是垂下来的。垂下来像公鸡啊，打架打输鸡冠就会垂下来，通常都是慢摸这边就知道。平的代表很扎实，代表说它是很健康的鸡。啊，这边鼓鼓的是它吃饭的地方啊。吃饭它会把它存在这边。我们最后面捡鸡蛋。好，来，好，老师带队啊。种类有哪几种？文昌鸡、乌骨鸡。好，恭喜你答对了，谢谢。我们如何判断鸡健不健康？我们如何判断鸡健不健康？知道请举手。看肚子哦。对。好看肚子对吗？看肚子有没有？还有一个。好。来看什么？看鸡冠。鸡冠怎么样？变红色。好，答对了，谢谢。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还有尽情的玩。不过很可惜，有人迷路回了家，有人很忙要开会，很可惜的不能继续跟我们继续做手作。不过晚上的活动5:30的时候会麻烦大家5:30就可以开始进入场。不见得是大，就是有大有小，有大有小，然后让它很顺，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很顺，有深有浅，有深有浅。花是这样子，因为它纹路在这边，这样子。花的话是正面朝下，因为它的纹路在上面。滚的这样子。大家彼此家庭的联谊，不止呢有时间我们一起努力做公益之外呢，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一个从小到大培养他们人际关系以及对社会贡献付出很好很好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也是我们东门福伦社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351地区新竹东门福伦社受证5周年，暨第56届社长交接典礼，还有我们的家庭欢乐晚会正式开始。点数的，你就可以把这个娃娃带走，好不好？丢高空！6点，这是哪一桌？6点，
你们两个延长赛，预备备开始，加油！好，四点，四点，四点，我绝对不相信。耶！六点，恭喜！各位舍友，各位宝眷，还有来宾，大家晚安。晚安。今天有来宾到了现场，不过待会由我们的社当下届的社长再来一一介绍给大家。因为了疫情的关系，所以活动办的有稍微比较减少了一些，非常的抱歉。不过我们一年还是总共到了今天，我们总共办了24场的活动。真的，这些活动都不是我办的，都是我老婆办的。哇，太厉害了！因为我当社长，我老婆真的非常的支持我，这些活动都是她一一的规划、一一的安排、一一的骂我，要把这些预算跟这些东西把它做得出来。然后我就被她的鞭策之下，一一把这些东西。但其实这些内容，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由我太太她去一一做出来，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她，有她才会有今天，我今天当了社长可以做的那么顺顺利利的，还是真的要有我太太，很感谢她帮我完成这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不过这一切我觉得还感触蛮多，也学到真的不少，也真的蛮谢谢东门福伦社给我这个机会。然后也在这一次也做了第五届，一般来讲属于大届的一个社长，不过真的蛮可惜，因为肺炎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请到更多的来宾，否则真的我们社有非常多要感谢的人，要谢的人。其实我们社真的蛮特别的，也没有看到一个社在创社口袋里就有超过150万的现金的事。哇！相信你一定会听，对不对？没有，我们那社不可能。我们现在定存都还有100多万。天哪、啊，偶像！但是也不是好事，都不太能碰，大家都不敢碰，因为大家都想着，哎，我们要把这些钱留到第五届，还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受证交接跟社长感恩之夜的一个晚宴。是，我也真的觉得在东门社这5年的期间呢、啊，认识到非常多的好朋友，真的都能深交的好朋友，也希望这些友谊跟友情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今天我就结束了，那真的在此先谢谢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互相的交流。人生的道路当中，携手同心，一路的成长。哇，超可爱的！哎，好可爱哦！太棒了！呜呼！恭喜！那我一一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这是社长 Jason 的用心，感谢你们每一位帮助我们东门福伦社打遍天下无敌手，你们每一位都是我们最棒的外交大使，你们每一位的专业，你们每一位的诚恳，都是我们东门福伦社之宝，非常谢谢。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社当，也是下一任的社长，欧伟哲 Stanley 哦。那我这个麦克风越来越沉了，因为从社当就开始可能要自称社长啊、哦，那希望可以。谢谢大家对于小弟的支持。那我们东门福伦社即将迈入第6年，
那六年也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是我们看看这些小朋友哦，当时候我们社成立的时候可能没有几个小朋友，现在已经这里一半以上啊，小朋友都生出来两个三个了。啊，东门福禄社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位，哦，这是大家一起累积的共同一起的大家庭。那我们社长是阶段性的代表社团，那我们也积极的希望说对内对外都可以更好的经营跟发展，还有累积。那可能大家庭里面有些人你很喜欢，但是可能有些人你的作风不太习惯，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福禄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大家从另外一个基准点开始互相认识，认识别人，也更进一步认识自己。其实我这里小抄写了很多，我怕讲完大概要两个小时。等到晚上我们都 OK。对，所以我讲有些话我们就不一定要说完，但是希望各位社友可以继续给予东门福禄社更多的支持。那我们希望我们东门福禄社可以更团结，做更多的事情，做更有意义的服务计划，然后对大家的期望我们可以有所回馈。社长邀请干部上台并授予职务背带。各位，那我们未来呢，我们相信有这么棒的领导者，有这么棒的干部群，我们一定再继续的擦亮我们东门福禄社的每一个社所创造出来的光彩。福东门福禄社所有的社友健康快乐幸福美满。真的太感谢伊爸了，那伊爸他本身是秀这届这个新竹金华福禄社的社长秀。哇，史密莎是我们竹北共好空间的老板娘。哇，本身是台北人，但他们夫妻就跑来新竹，然后开这家店。因为你比较低调，但是大家真的也想要恭喜你，好不好？好 ，OK， 来，谢谢。是，请客了吗？还没。哦，还没有哦。我们等着要吃喜酒。是 ，OK。我们好兄弟一定要等着喜酒。OK， 谢谢大家祝福。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很低调，很低调的对登记一下而已。对，然后我们这里有听说是给队友。好少，一桌好少，一桌好少，应该五桌这样。OK， 对，然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的名字叫做呆呆，我是一只猪。当然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开心，那我在此也就谢愿，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建设社长，辛苦了，这一年来辛苦了，感谢您。新的一年由六届社长 Stanley 领导之下呢，再展风华，国际福禄3501地区新竹东门福禄社受证五周年暨第五六届社长交接典礼，还有我们的亲子欢乐晚会
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I look for reasons why